我做嗰個子彈啲好勁啊！個個話哇，即係冇試過呢啲咁嘅嘢，而且咁高嘅一條上去，可以睇到曬成個景色啊！呢架可以直達66樓嘅子彈 lift 位於灣仔核和中心，唔少遊客都會慕名而嚟欣賞居高臨下嘅風光。李浩然話：核和子彈 lift 好出名，佢當年回流香港嗰陣都有專程去朝聖。當年翻香港擔任助理建築師嘅佢，可謂見證住本港子彈 lift 嘅黃金時代。嗰個子彈 lift 咧，佢整到好似個太空浪咁樣啫。咁而且喺户外嗰陣時咧，有玻璃咪咁你。坐嗰陣時咧，好似哇，好似發射升天咁樣嘅，即係有嗰種咁樣嘅太空 feel。除咗室外子彈 lift， 本港亦都有室內觀光 lift。尖東大苑酒店入邊就有五部，住客搭 lift 嗰陣就可以欣賞到10層樓高嘅室內開放式花園。但呢啲子彈 lift 隨住時代變遷，一架一架咁樣被拆除，唔知道會唔會有一日冇人再記得佢哋呢 ？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